事没事，我们按照自己的来。到时候反正不剪我们就好了，我们做我们的、啊、不剪就行了，给他特写就行了。我们按照自己的来，没有吗？没有想到，你们这次舞台是有很多那个会换掉啊、yeah. 哦，真的啊、嗯，真的。那你们的舞台是什么风格呢？我们这次的舞台风格呢是伤感的《心痛2020》。对，心啊，名字叫这个吗？心痛，心痛二零二零，好假哦。好假。啊啊，好吧，说实话吧，我们的舞台是结婚，对，结婚这场是个比较喜庆的音乐，对吗？对，我们稍微穿的比较伴郎一点。是有剧情吗？你们看，你们一开始有？没有啊，当伴郎能有什么剧情呢？那你们的 Killing Part 是谁呢？那我们的 Killing Part， 我们的 Killing Part 是夏之光。对，你们 Killing Part 谁呢？你猜猜。哎，你们少一个人，你们怎么演呢？不一定是少一个，直接人家就说了，你觉得我们会说吗？哎，你们如果你们想不想跟火箭 PK？ 不想，不敢。为什么？你们想吗？我们都可以啊。那你们想选谁啊？就火箭的老师们吧。真的、哦，真的。但其实我们是想选你们。想让我们少一个人吗？我们是想选你们的。他们真的要选我们？我们真的会选。真的要选吗？所以我们多留几期吧。对。当然是假的，你们也信？你们让我们多留几期吧。你们自己写的这首歌是吗？是的。嗯、词曲都是。是。那我们啊，那厉害。哦，谢谢。很厉害。谢。你们什么时候彩排啊？踩完了啊、哦！加油！那比赛再见了。好，辛苦。